大家好，屯馬線仲有兩日就通車啦。合併以來一直代表港鐵嘅 M Train 同 SP Train 將會被取代。哇 ！C Train， 你喺度做乜嘢啊？我係嚟取代你，成為港鐵嘅代表列車之一。我哋佔咗車隊差唔多七成，點都有代表性過你啦。乜你認為港鐵會想繼續宣傳一架前朝嘅列車呢？我一身嘅鐵路遠景配色更加代表到公司，至少間公司唔會有啲咩人事風波咯。我唔准你咁啊咁。如果你冇嘢講嘅話，維持派個字啊，拜拜。你好啊 ，M Train， 一齊嚟個大合照啊！今次一齊啊，嚟啦！3、2、1，笑。